走吧，欢迎回到搜寻框，女士。希望你能根据我早上提供的搜寻结果，找到能让你满意的早餐卷饼。你还需要搜寻王帮你找什么吗？哪里能找到芭蕾？芭蕾舞鞋、芭蕾舞课、芭蕾民宿、芭蕾紧身裤、女生小号的。哦，小梅德林改学芭蕾舞了是吗？希望能比足球撑久一些。女生小号紧身裤找到2300万个结果，很有趣是吧？重新导向蹦恰恰碰碰群网站。他们都不说谢谢。哦，你好先生，有意思，你好像没有搜寻记录，好吧，替你建一个，要搜寻王帮你找什么？恶心想吐，恶到爆，恶翻天，噩梦娃娃屋，不织布，不鞋，不粘锅，儿童书桌，儿童休闲服，哦，鹅妈妈说故事。没有人把弹头先生摆回去吗？这家伙根本什么都不会。我相信他只是在猜你想要说什么。对，很抱歉，今天我的自动联想功能太活跃。让我来，一倍甜蜜冲刺游戏摇杆。哦，你的问题只找到一个结果，很有趣是吧？什么？你怎么会？网络讲话是很直接的，谢谢搜寻王先生。啊，不用客气。重新导向至一倍。我喜欢他，真是讨人喜欢。我找到130个我高中女友现在住哪儿的结果。不用客气。搜寻王先生。哦，真开心！你是那个有礼貌会说请跟谢谢的小朋友。搜寻王能帮你找什么啊？有一大大批发，大润发卖光光，大家都爱雷蒙，大家都爱吃柠檬。不不，有一大群的破坏王在追我。哦哟！说不定这是我把网站收起来的大好时机。你想他们多久会闯进来？正好一秒钟。是我，是真的我。破坏王，真是抱歉。我跟着他们过来的，我想他们在找你，丫头。是啊，不然呢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丫头，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。哦，我想答案很明显，是因为不安全漏斗病毒复制了你不离不弃、紧抓不放、自我毁灭这三种行为。这种行为不加以约束，会摧毁友谊。在这种特殊情况下，还有整个网路。搜寻王，你无所不知。正式提问：如果我的那些复制人想抓我的朋友，该怎么办？搜寻。你的问题找到两个结果：带所有复制人看心理医生。好像不太实际，或是扫毒特区在一个用防毒软体做成的围墙里面，要是云林路能带所有复制人穿过大门，就能将他们全部删除，就好像吹笛手带走老鼠的概念是一样的。等等，我们有人能当吹笛手？有吗？赞赞。谁？赞赞。谁？到底是谁？哦，赞赞姐。这个时候说谢谢也只是空话，你不觉得吗？